有人客哦，阿姑，有人客哦，啥？坐，啊，坐了。哇，这个不快啊！是啊，阿妈咪讲啦，真这久不快啊。啊，坐快些，阿杜，吓，阿临时临时阿你来话，都无做，都无走，准备乌米亚客，快些啦。我去拿。啊，几乎嘞？你楼顶休困啊？你去叫伊来。哦，等一下哦。酒啊，酒！坐啦。好。哪会有人穿到这么爽？我总算是了解是安怎妈迄当阵爱管爸的穿擦。啊，没错，啊，就伊小姐是。哦，伊是我的查某囝，叫爱欢，第二查某囝。阿秋你好，你好，哦，原来你甲子贤嘛生两个啊，哦，这大汉啊哦，时间嘛过真紧，啊，阿嫂，啊，迄个你叫红包落来无啊？我想讲包只，包只红包爱欢的，阿免啦，来，头一只见面哦，啊，包只红的啦，免啦，伊有伫咧趁钱，无需要啦，不要我当下手脚洗手无做啊，我今仔就派人来找你。抗战无共啊，我惊讲啊，你感觉讲我去找你，要摸大腿啊。你即摆是咧讲啥物笑话啊？你当作我何止像啥物款人啊？大妹，你派大妹阿囝来，我后尾讲阿亮的头壳，我较清楚。大妹，唔系安尼，迄人换做你嘛同款啦，叫做查甫人的体贴。来啦，子华，我看你派大棒免客啦，我来买酒较实在啦。哦，恁遮久都无见面啊啦，啊，就叫子华倒传一寡小菜，等下恁两人哪啉哪吃哪讲，好不？免麻烦做啦，免麻烦你子华呗。哦，果然是我贴的呢。嗯，好啦，啊，我紧啦，我来灌酒啊，两手搞。啊，一定要搞的嘛，我莫鬼想的啦啊，等下哈，水等。阿伯，恁坐啦，我来去内底传一寡食物件，互恁配酒啉嘛。好。行啦，那对我来讲是倒三汤。哦。来，坐。哦，足久无看个啊。啊，你好无？我进前哦，咧看迄新闻啊，哦，你伫咧记者互我咧训练，哦，恁爸只扯一个呢。加在你哦，重情重义哦，阎罗王拢无要来收啦。讲实在个啦。咱哦，事业无啊无紧啦，人要地利的，对不？对。而且你看，阿嫂啊，阿哥迄查某囝是辛苦比陪你啊，安尼就够啊啦。其实我甲梅君啊，已经离婚啊。哈哈。啊，你甲嫂啊感情是真好。啊，即落迄落孙诶了，啊，人生就是安尼嘛，对无？是啊，命啊运啊，啊，总是有大起大落吧。好啦，卖讲这啦。最近咧无用啥货啊？那我著家己开一间公司啊，做土方啊，木工程啦。牛，你真正牛哦！卖安尼开啦，我若真正要甲你比吼，比你较牛诶吼，是娶某啦。娶某？啥意思啊？恁爸娶两个啦，老羞嘞，大无细哟，靠爷嘞，搁大做伙，安尼啊话，恁家厝顶咪插个拢变变花啊，加减嘛有，是讲哦，即卖哦花啊，别弯哦，无咧开来啦，是啦吼，啊我吼啊着
结婚一摆，啊，就去用离婚，去用退婚。我，你敢确定你家己吼，两个查某人有在条处理较好势好势哈？看影无点。我咧讲这样，唔是叫你心酸的啦。我照实讲，我两个某吼，我爱我咧。暗时吼，要较散困哦。小姐咧，我落抽考啊咧。才咱决定讲，今仔要困楼骹，还是要困楼顶咧？像迄个临时的高商咧做，咧放地啊。像咧冰牌，哇！我逐工都拄着这个问题，外困扰咧。臭屁！嘿嘿，你煞愈讲愈合。你会记得无？咱较早在这边的时阵啊，卖物件卖啊，大家都足爱我呢。我只有找无人闲呢，啊，无人要插你啊，对无？我确定哦，你迄两个，我迄两个弟夫啊，绝对是咸大咯，要你骗去。上无因两个，我骗到真欢喜的啊！哟，妈，阿兄，阿兄，这真正传来无？我哪会知？你哪看起来无介介意阿舅？我是无啥介意啦。嘛知影就较早到今嘛，我都无介意恁啊，恁爸爸甲一寡七头兄弟伫做伙，就算讲今嘛伫做正当的生意，啊，不过做土方啊，搁有沙石啊，那是无淡薄背景，还是你要哪做会起？回来啊！来，我这，我想讲哦，比如对两个大来讲哦，应该是汽水尔尔啦，吼，男主人啉再甲够开，高粱啦。哦，你讲你叫东的哦。你目色真好哦，你白欣赏。好，多谢多谢，客气啊。哦，是。好啦，阿无恁大大讲，大大吃啦。我先来去无用啦。妈，我想要伫咧遮听阿姐因讲话，无得靠是我拍片的素材呢。你莫当遐乱啊嘛。我因讲的内容，卡算若是捡你放送出去，你唔知是要动脚还是动手嘞？妈妈。来到底呢？你即摆做这哦、喔？啊，你有要开分店哦、喔？我来投资啊，啥款？哦，千万不可！我一间店都不敢腰酸背疼，无亲像你有在条应付两个无？哦，这土方工程协会、人生圆满基金会、中华营建工程交流协会、建筑营建从业人员交流协会、建筑学人交流协会、蔡氏中心会理事长、宜兰正义师水会会长、花东第一福人社副社长、建筑管理委员会会员。你好呀，龙哥，你的水也做较好，热热长啦。那大家有钱哦，你买钱要用几啊百，拢也无要紧。那安尼哦，耶，龙哥，那有机会哦，你来搞提拔一下。哇，什么拢肯做哦？阿哥，什么拢做得到？你卖搞到亏啊！真的啦，你水苦我水搞啦，卖叫我种地就好啊。我真正，我就吃苦耐劳的啦，甲我提拔一个，啊，我直接甲你敬一杯，你叫我小东东就好啊，吼，安尼小东东甲你敬一杯啊，吼。啊，来来来来来，阿伟英，甲我公司啊泡茶，无问题无问题，足久无看到，一定爱去看看的啊，哦，看事业做甲真尔赞的哦。你这就好啦，无要紧啦，孙女士，你提袂发啦，我给你倒提无要紧啦。这间店吼，是不是真好势？阿姨，我平常时拢爱穿到两 L， 啊无就三 L， 啊这间店啊穿 L 就好啊。我拢感觉我三家会使用饭店的下午茶，甲家己奖励一下。这间店吼，我朋友开的啦，伊的衫拢是澳洲进口的。哎，外国人的 size 本来就是比咱较大。我唔只想讲哦，带你来遮买，啊，你一定会找到好看、佮适合你的衫。阿姨，
今日真正多谢你呢。阿伯，我请阿姨吃下午茶好不好？别这么客气啦，给你请，哪会好意思？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你陪我逛街，搁带我来这间店，我当然嘛爱请阿姨吃物件，对吧？因为生理的代志，迄我就真正无法度甲你斗相共啊。哦，你唔通有压力啦。公归公，私归私。恁爸爸妈讲啊，这是恁私人的时间，啊，你就甲我当作吼，跟咱恁家己的阿姨。我是真心想要来陪你逛街买衫的。安尼，多谢阿姨，我就放心啦。因为我爹爹有讲过，迄公司啊、工程啊，迄拢是查甫人的代志。啊，我是查囡仔，有一个好命就好。啊，所以阿姨若是爱我斗三工，替阮爹爹讲迄合作的代志，我真正就无法度，因为我啥物拢唔捌。不要紧啦。啊，快出来啊！你爸爸吼，真正足疼惜你。你讲的无唔对，查某人吼，免伤劳。小欠卡拢歹命啦！啊，你想要食下午茶，安尼阿姨就无客气哦。好，哎，咱来去。哎，看你这里替人疼，应该有男朋友啊吼。无喏，圆圆的眼光足悬的，普通的查甫囝，我才不爱。那安尼，我实在一个查甫囝也袂歹，介绍给你实在好不好？袂歹，袂歹，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有缘投无？算是有啦。啊，是讲感情的代志吼，总是你爱本人去，啊，看到伊爱感觉一下，唔才知影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安排一个时间，互你见面，好不？好。啊，不过我先讲哦，伊若是无缘投，就爱傲多，啊，这毋是唔好阿姨面子哦。人无敬你就袂歹啊，佫想要敬人。目睭射咧头壳顶，真好笑。阿姨，叔，哎呦，钟顺，啊哈哈，叔啊，啉啉啉，哈哈哈哈哈，啊你呢？你惊点哦？来来，继续就来，酒，华丽，来来过来哦。啊呢？我把棍啊，卖生气看你啦，无意思啦。哟，啊，无要生气。我爱搞，算迄条即摆上流行的啦，369。啊？什么369？咩啊？369我知影啊。嗯。迄个韩国就有名呀，足侪韩国的欧巴欧尼拢爱生迄，你唔知影？唔知。你也一样哦。会啊。哦，阮查某囝直播主呢，伊的粉丝人数偌济人，你知哦？迄不管什么即摆上流行的吼，伊拢知啦，问伊就对啦。哈哈哈哈哈。阿牛，来来，你坐落。咱到底算哦？那唔够，我无啥会晓饮酒呢。那要紧啦，恁爸弟哩，你阿叔叫伊饮。哦，我饮，我饮，我饮。坐，我饮，我饮，我饮。哎，规矩就简单嘞啦，就大家轮流画，就对迄落一二三来开始画，一直画落，一直画落。啊，若画到369，拍出来。哦，别咱工作哩对啊。嘿，咱工作。安尼哦。啊，就开始哦。啊，无，准备上场开始哦。来，啊，酒开始。好，安尼嚟啊。一、二。四五七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啊！有得奖了，有得奖了，有得奖了！你开始，你开始！哎，你玩得紧哦！来，一定要对一开始。那现在都现在了，现在开始。哦，14、15、九分啦！哎，哪里的氛围啊？当姐，当姐！啊，17、18、20、21、22。二三，哎，得住啦！爸，你也注意啊！安尼啦，只啊，少年孙外高，你我恁啊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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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，24。啊！哎，你们没吧？来，你玩你啊，玩你啊，来去嘞！我袂记你啊！啊，无记。好啦好啦好啦。哎，等等等，一个袂啉嘞。你输，恁爸大，你免啉啦。唔免啦，一杯啤酒尔，会使啦。哦，我会使好见，真正叫小声好。阿欢，嗯，莫啉遐尔济啦，你小等直播的时阵，你唔惊你面会肿？哎呦，对吼。
千万万。查某囡仔是安尼吼，拢同款啦，对啊，大苦啦。我你讲，我感觉查某囡仔有淡薄啊吧，安尼 Q 嫩啊 Q 嫩哦，是古锥。兄弟，嗯，我就是安尼想的啦。哟，哎。天要黑啊呢，哎，阿万，阿时间嘛无早，去。哦，哎呦吼，阮查囝，我迄个小宝贝，那拢无敲电话过来。哦，嘛拢无传讯息。哦。查甫囡仔常常踅街，有当时拢踅到袂记哩，阿无你敲电话甲问看卖啊。哎，煞，迄袂使敲哦。阮查某囝，我若敲着甲催哦，伊会无欢喜的。哦。诶，只有伊会当决定讲啊，啥物时阵要转去，我爱配合。哈哈哈！诶，亮哥啊，啊恁查某囝是脾气小歹，就歹哦。无你甲惊到安尼啊？闹歹，我乖咧，我毋是惊伊啦，我是惜伊。哦。哎呀，天大地大，阮查某囝上大。啊，就这个叫做女儿控，查某囝讲啥物拢对。赞。哎，我知啊，他跟你爸相共啊，你爸妈是安尼啊？你看，啊，出来了哦，我三个祖囝都成家，都要上天啊啦。三个祖囝，嗯，啊，你唔是生两个尔，闹三个？无啦，无啦，啊，第三个哦，是阮姊啊啦。啊，对我姊夫来讲哦，出来这只要是查某的哦，拢是公主。哦，到底呢，你无简单的哈，对情某阁接接好。卖讲真无真歹听啦，啊！我查某囝的妈妈啦，拢是我亲人，拢是我亲人。我欣赏，啊！有电话啦，啊！你唔叫生查甫人，来啊！对，我嘛敬你，你是世界第一的姊夫哦，感谢。嘛是世界第一的爸爸。哦，是。我等来啊，叫你来啊，姐，不得要呗，我去做暗顿来吃。啊，明天就去啦，我今晚未要。阿姐，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蔡龙，叫阿舅就好啊。我大汉查某囝，阿姐啦。阿姐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哇，好简单的啊，你这型的，我大汉查某囝才水，你气质才好。哇，你有福气啦。不敢谢。阿姐，哪里话？你哦，你感官足古锥的啊，我嘴足甜的，过会使奶。拄只迄，无怪你直播的时阵，你粉丝遐济呢。阿亮哥，阿你即摆听起敢若足形象，阮姊夫呢？嗯，形象我袂啦，我家己嘛有查某囝，我查某囝嘛袂歹，哎，伊清淡哦，哎，一个拄两个，我赞你呢，赞。阿阿姐，阿你委托书收了安怎？有顺利无？真顺利啊！大家乡亲哦，拢真赞成对世界建设提高。哦，好，赞。是啥物委托书？啊，就是世界建设啊，要伫阮草落山吼，去迄养生村啊，啊，然后超过伊啊，放迄个啥物除草剂啦，污染着阮遮的水啦。有这款代志？会啊，哦，阿姐，诶，委托书哦，对阿姐看卖者。世界建设为着要伫迄遮开发养生村，想要买阮阿公的地方。阿公阿公讲，还是祖传土地袂当卖，结果因伫遐敲来敲去敲半晡，竟然用除草剂哦去喷地园，害阿公的地长拢死了了，而且佫污染到迄水源保护区，所以乡亲嘛拢因为迄除草剂拢食物中毒。歹势哦，阮的小公主卡电话来啊。喂，小宝贝，你买好啊？哟，哦，爸爸水过哦，水过哦，即摆这个时间哦，爸爸过去会塞车哦，你凊彩找一个咖啡厅小坐坐，你莫徛伫路边个扇风哦，爸爸唔甘哦，吼，爱去哦，好，我水过，你等我，等我吼。老弟，歹势啊，我先去接我的小宝贝。好去。啊，今日我真够足欢喜的啦，咱两个这样啦。这个有，这个家庭哦。哎，我先来吼，我先来。你啉酒唔通开车啦，哈。靠腰啊，挂手机啊，安尼哩。哦，哎，那边，这边。你醉啊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哦，姐夫啊，哎，我看这个龙哥哦，跟你有病的。
你是女儿控，伊是女儿奴啦。哦，做甲直通电话来，比皇帝的性质都较有效啦，早甲你背咧。不要。把这毛巾用烧烧，安替你洗面，去做漱洗。啊，你看，你的嘴哪会这么干啦？等下我摕迄棉花棒吼，啊温水，互你啉茶。你敢知养生村的开发案已经停啊？阿姨讲吼，公司投资一钱入去的。啊，阁有百货公司受到网友的抵制，即摆公司啊，阁有厝内底吼，拢爱乱糟糟。啊，阁有阿姨啦，阿姨即摆吼变得足歹，常常骂我，啊，阁有怨言。阿姨就常讲哦，我足无路用的，我嘛想要斗三工啊，也毋过我毋知影要安怎做。卡叔讲哦，你甲瑞德待咧就好啊。哎，爸你，医生有讲，你的镜头会当者当者，那是反射神经啦，不是你要醒起来。是讲，我嘛做希望。也当醒起来，爸，我做想你的。细汉时阵，你常常咧帮我，以前你嘛会骂我，但不过我知影你是为我好。我想阿姨应该真正足讨厌我的，我看到伊的眼神，我拢足惊的，我真正足惊的。啊，你的手搁咧动啊！唉，咱真正是反射神经。还是讲爸，你听得到我跟你讲话？你回答我。你真正听得到我跟你讲话哦？我确定一下哦，爸，你若听得到我跟你讲话，你手就把我抬落去。爸，你听得到我讲话？爸，真神啊！爸，真神啊！爸，听得到我讲话啊！爸。爸，你听得到吗？人事啊，不用，爸真是啦，伊听得到我讲话啊。你是发什么神经啊？不是啦，我拄才甲伊讲话的时阵，伊真正有听到，伊搁电话来手回应我哦。你来看，你来看，爸，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爸。您叫一声，叫一声。我靠，青玉阿姨。短视，邱大姐。董事长，请问有什么代志？你现在人在哪？公司这么多代志要无用，你搁学袂走？青玉阿姨，我爸真邪啦。我伫外口无用啦，无用了随当去，好。你随家回来啦。没问题。记性真正清醒啊！伊哪会当在这时阵醒起来？不行的，我袂当回妨害着我。明天是我啦，我
我听讲这是小姐呢，你赶紧去遐看卖咧。啊，你还袂和我甲曲阿姨讲话啦？拄则是陈雪英卡来，伊上讨厌就是我常常来白班看爸。你若是知影我阁走来哦，绝对甲我骂啦。阿爸真心，这是好代志啊，我就无想要让伊念，要怎处理哦？等医生来看了再去讲啦。阿姨，爸要精神啊！阿姨，麻烦你看一下，我爸是不是要精神啊？嗯嗯，你两个较冷静的啦，麻烦你先替病患小检查一下。那你先去保养。多谢。志祥，你知道我是谁不？可以，可以。那呢？你敢会当把你家己的目睭掰开？爸，爸，加油！爸，你一定要赶紧执行。清醒啊，爸清醒啊，爸，你把酒杯开啊，你清醒啊，爸，爸，你敢知影最近大家有偌烦恼哩？你昏迷不醒的时阵，原子大刚拢足惊遐，原勇嘛足惊呀，伊叫雪英阿姨骂的时阵哦，伊拢摕你的相片伫边啊哭啦，你才咧哭啦，你莫听后辈讲好无？我无你讲，才会能食。你本来就想爸爸，有啥歹是恁啊？好啊，来恁两个。我知影哦，恁即摆情绪足激动诶。你敢要恁爸爸目睭一掰开，就看恁两个伫咧遮冤呐？嗯嗯。恁爸真无简单，才将家己诶目睭掰开。我想，即摆身躯应该还无法度顶头。我去找恁姨丈。哎、欸，阿姨，阿姨。你看，我爸爸刚刚有话要跟你讲的。你想有什么代志？志祥，你想卖着急。我问你，若是着，你枕头啊着小心当心。你想要知影你为什么中风？还是你想要看恁太太啊？你无想要见你太太？陈雪英是伊的太太，伊竟然无想要见。敢讲志祥的中风是因为跟陈雪英有关系啊？那呢？你敢有想要见面着？面着是你的主治医生，你想要跟换掉？
刚刚志祥嘛发现明德甲陈雪英之间有啥物问题，伊是因为安尼甲陈雪英起冲突，才会起甲顶火。我听讲恁爸爸，你嘛伫遮。我听讲志祥伊醒啊，是陈雪英叫你过来。我是伊的主治医师，我来遮看伊真正常啊，无什么问题。恁先出去，我马上替恁爸爸安排检查。妹，你是外科医生，志祥即马需要是内科，还佮复健的协助，坐落来治疗，我安排。这个为什么凶狠要插手志祥的治疗？刚刚伊有发现什么？这医疗方面的安排，交予我来处理较妥当啦。你放心啦，我会请内科甲妇产科医师啊，做伙来会诊，一定会予志祥上好的治疗啦。明弟啊，我唔是无相信你的专业，是最近咱朋友接到一个医疗研究的委托啦。我是希望你个时间哦，甲精神拢放伫这个研究顶端。我这个董事长给你拜托啦，啊，这个研究员哦，真正是关系到咱病院的经营，我是希望你较尽心的。啊，若无，迄养生村的问题，加减都会影响到咱病院啊。我想讲，咱应该用一挂话题去转移媒体焦点，你讲对无？我来，你讲我嘛是有理啦，照你意思。好啦，那呢，你先去保养，再交我处理就好啊。你也得好照顾你爸爸，多谢医生。我不是一定啊，阿姨哪在这？现在到底什么情形啊？青娇，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在那怀疑下，他竟然说张志祥的治疗伊来安排就好啊！我廖尊讲，志祥这边袂切起，我什么代志拢在伊面头前讲呢？啊，敢讲伊拢听到啊？这毋是无可能，有真侪研究拢经证明，这人伫咧昏迷不起的时阵，伊嘛是有可能听到四周围环境的声音。安尼切起的时阵，一定会找我算账。安尼，我张太太这个地位都保袂掉啊！你一定要搞到三工，想办法解决。即马志祥的治疗，青玉都唔让我出手，我要安怎跟你斗三工啊？你够看安怎讲？你是院长啊？敢讲，予你去接受一个病人，有啥物困难？你只要找一个适当的时机，然后去给他做一当下，予志祥继续昏迷。就到底是酒香的车，这么神秘。我这双手，不是你抬人的手，这是救人的手啊！我也无叫你抬人啊，我只是叫你和志祥分离。
我知影啦，你会感觉我心肝凶，啊，不过我真正嘛是不得已的。我只是无希望讲，我这么侪年的青春，到最后是一场空。就亲像你同款啊，你会制造一个假太子，嘛是想要保掉你的地位，敢毋是？袂当阮两心嘛，下手就要紧，拜托的好不好？什么拢听袂到啊？看伊丢车尔鬼鬼祟祟，一定有问题。阿姨，因两个明明在秘密车顶讲话，落车了后就讲惊无共命，是不是无想要让人知影，私底下有见面啊？到底是在暗藏什么秘密啊？我一听到讲你醒起来，你敢知我有多欢喜？一阵啊，我真正是烦恼较袂食袂困的。只是一个家真正袂得无你。你看你啦，拢散去啊！不要紧，我会炖煲汤给你啉，给你调好身体，吼。杨过爸爸即摆袂当食物件，伊是得做鱼的，干那有目睭，还佫有镜头，会当安尼当者当者尔。那呢，伊敢袂当讲话啊？好佳哉，我佫有一寡时间会当好好计划。志新，袂要紧啊。你之前吼脑部动手术的时阵，嘛是袂当讲话啊，是我陪你复健才好起来。这边嘛是同款吼，爱有耐心，我相信你一定真紧就会好起来，对不？阿林爸爸，哪会拢无欢迎啊？明明有啊，我来。你若是看到我，把酒收当起。我明明就有好无？对啊，都是阿明做大个啊。乖啊乖啊，来来来。爸，我张远志啦，你记得无？咦，有反应有反应啊！爸，你看得到吼？有啦。看来不是志祥无反应，是无想要跟你讲话。我看吼，志祥一定是咧怨叹啊，怨叹讲伊目睭一闭紧，煞无看到我伫伊个身躯边啊。志祥啊，是你啦，最近公司吼真正足无闲的，啊，不过我一听到你进来，我就随赶过来啊。那就表示讲，伊对我来讲才是上重要的，嘛是我永远上爱的人，知影无？啊，伊有跟我来看过啊，伊安怎讲哈？看来你还未接到消息呢，
明德现在已经不是志贤的主治医生了。为什么明德是院长呢？而且他是脑外科权威，为他治疗我们才放心。原有原治，感谢您跟我外医生的啊，您哪会这样做？咱就要让您爸爸找到最好的医生才对。是我换掉的，志贤现在需要的不是外科的治疗，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明德参详过了，你就不用烦恼了。啊，不过阿姨，以后我无想要去公司上班啊，我想要留伫病院陪阮爸爸做复健，一直到伊好为止。啊，医生不是爸爸的主治医师嘛，无紧啊，我会好好照顾伊。啊，你也不是医生啊，你留伫遮是要创啥物啊？我认为阮爸即摆上需要的，就是亲人的关心甲陪伴，而且拄只青玉阿姨也讲足清楚，伊绝对会给阮爸上好的治疗。我们就好好配合。志贤看外眼神充满怨恨。谢谢你，我是真心想要跟你做伙走后半世人的，你竟然都反背我！我就是张太太，这世人永远拢是。杜家元志公，伊会留落来好好照顾爸，就甲阮爸甲好元志。董事长，啊，杜家你嘛讲啊，公司阁有做些代志还无用，我陪你转来做伙加班。对啦，是真正有足侪代志爱无闲啦。啊，那无就办事拜托啦。啊，若需要我配合的所在，再做你讲。元志啊，你若是想要伫个家照顾恁爸爸，你就要太用心的，知影无？知影。志贤，我身体无用啊，我再过来看你吼。阿姨，我好你啊。你放心啦。我穿一件就是吧。啊呜！哦哦，我的小公主哦，你穿啥那么水？漂亮，很漂亮，漂亮，真是，你无甲我骗。嗯，爸爸什么时阵甲你骗过？其实我嘛感觉我穿这件裙，敢那小公主哎。小公主，认真嘞。啊，爹地，你讲。明仔我要约会，我到底要穿多一件较好啊？哦，我的仙女啊，穿啥那么好看啊？哎呀，爸爸，这件不好比较呢。爹地，那唔管啦，你替我拣一件好无啦？安尼哦。嗯。要听爸爸的呀。嗯。安尼，爸爸看卖哦。嗯。这个袂使。这个用迄暗领迄只鸡啊，哦，这若穿出去哦，伊个查某看到哦，叫接班伊，袂使。嗯。看卖啊，来。哇，今天这我迄裙遮短，迄脚腿拢叫看了了去啊，今天嘛袂使，袂使，袂使，袂使。哦。摸摸摸摸。摸摸。啊，那今天嘞？哎，等等等。嗯。哇，啊这
这着囡仔穿的，你哪会有这啊？你拄好是穿这领？这不是啦，爹地，这是我要做困衫穿的啦。困衫？哦，我较知，你若穿安尼出去哦，恁爸就甲你附近遐查甫人，遐目睭会什么乌乌出来？爹地，你敢会伤紧张啊？我爹地哪会袂紧张？阮查某囝是仙女呢。你唔知遐少年仔安尼摆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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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摆到足长安尼。我等下给你带回去呢，我爹地会惊的，爹地会惊讲啊，哎，我咧目睭呢，你又叫我怪气啊。爹地，你的小公主敢有这戆？你不是戆，你是可爱。可爱。单身。我是单身。哎呀，爸爸唔在烦恼。哦。头家啊，其实哦，你免啥烦恼啦，应该无人会怪你的造孽。无啦，我意思是讲哦，你免烦恼啊！啊，恁查囡怎哦，当咧迄年纪哦，哎呦，当哦水啦，少年啊，对不？哦，所以你即摆应该哦，会展现自我的魅力啦，放飞魅力，嘿。魅力。啊，对。OK， 男的，今天 sexy 的，啊，今天裙嘛 sexy， 我就穿去约会，哈。好。小宝贝。来。啊。你敢嘛搁考虑一下？啊，无，也无真领，真领，真领，哎，真领，袂歹看啊，吼，吼，真领，系啊，真领歹看。爹地，这是我人生上期待浪漫约会呢，我一定爱装好水水，给大家一个 surprise。对了，爹地。那里是我人生上美满的一天。你昨晚在讲啊？我昨晚在讲。哎呦！迄条表示讲我每一天都足快乐的，因为我有一个遐尼啊教我疼惜的爹地。爸爸妈足欢喜啊，为这尼乖小公主。小公主。前两遍，阿弟唔是去画波多腰啊？即摆已经上暗啊，我搁食物件，明仔载就会水肿。平安呢，敢有好看？阿弟奈无好看，迄查某囡仔吼，就是爱安尼面安尼吼，安尼圆滚滚，安尼胖肥胖肥，阿弟唔叫高追对无？哎呀，爸爸甲你讲，你哦，你即摆辛苦顶，你每一斤肉哦，拢是爸爸安尼辛苦咧，一嘴安尼挤出来的呢。来，爸爸看一下。我真正有淡薄仔瘦呢。无去，今日暗时哦，咱食好料的，补一下。外面敢有较瘦？有啊，我上无瘦一公斤呢。安尼，有够憨的。我想袂到哦，头家这有气魄的人，拄到查某囝就开始咧讲笑话啦。啊！你讲我的面安尼胖肥胖肥，敢真正有水？安尼无水，你无听你讲啊？迄查某囡仔哦，面啊，哎呀，你胖肥胖肥，才有福气啊！你唔通戆到去减肥呢？你福气会减掉哦，吼！是哦，好，阿姨，我要食宵夜。哦，好，我马上来传，哈，你去就健身啊！爸爸讲一下电话哈。喂，小姐啊，决定啊，要加入我们公司啊。过来哦。嘿。我问你哦，这个敢是甜甜圈？哎呦，足巧的嘛，这个敢是？蛋糕，哎呦！那上尾一个，这个敢是甜甜圈，这个敢是肥皂。哦，爸，
你全部拢答对啊呢！哇，你哪会这么厉害啊？其实吼，你的头脑足清楚的对不？我以前唔敢甲别人讲话的时阵，拢是爸伫陪我耍游戏，啊不是独自卡。哼，不过即马我陪你复健啦。从来都不放弃过我，我妈一定陪你。张先生，病人阁有一挂手续，爱麻烦你跟我去柜台办一下。好，爸，我去柜台办这手续，你等我。现在身体有倒位不爽快吗？看你这个样子，你敢那不欢迎我？你的后生拢真友好诶，最近拢常常来病院陪你做福建诶。之前啊，你的脑部开刀。恢复的速度真紧，也毋过你即届可能无遐尼好运，遐尼紧就会当开嘴讲话。只是咧，即届真正无法度，无你遐尼紧就会当好起来。你若是要怪，怪恁太太。希望你会当加休困一段时间，莫去想操劳啊。顺手过来看恁爸爸。哦，啊，伊精神袂歹，恢复了真好啊。嗯，是啊，虽然爸爸吼袂当讲话，也毋过会当表达的代志足济啊。我拄则甲伊耍字卡的时阵，伊拢答对啊。哦，安尼只想随时会当向大家表达伊的想法啦。安尼真好啊。阿伯，你得陪恁爸爸到倒做福建，好啊，我先去无用啊。你到倒福建哈。嗯，你留孙家。爸，你安怎？你是有话要讲？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，我会陪你啊，我嘛照顾你。好，你别搞我惊啦。
哇，这礼拜彩券甲刮刮乐，这奖金哦，赞赞加应几啊亿，我替你包牌包好啊。嗯，真好。来看一下顶期有奖的无去。头家真爱买彩券来刮刮乐哦，啊，伊真爱博个，啊，敢有丢过？哈，你是来变少的？阮大个代志哦，你无需要问遐济啦。哎呦，我也无歹意啊，关心一下嘛。安怎？水无味无好啉吼？还是我替你泡茶，还是咖啡？有姑娘无？我要喝奶茶了。哦，查甫人喝什么奶茶？啊，没问题啦，嘿。来来来，这哦，我拄好煮的，我有加一寡糖，真好喝，真香哦，你啉看麦。我咧臭蛋啦！哎呦，要哦泡茶啦，泡咖啡啦，迄手艺我拢一流的啦。林刚哦，你若想要啉迄珍珠奶茶有无？欢迎哦，我马上做哦。想讲哦，啊，今日是有啥物来哦？我看头家哦，一透早就坐伫客厅咧等啊咧。你问遐济是要创啥啦？哎呦，啊，我就想讲问一下啊，哎呀，若无。顶届哦，你看，迄坐迄下骹手来，迄驾驶驾倒驾前呢，我有要驾死呢。哼，知影驾就好啊，你爱记啊。阮大个啊，真正是兄弟啊，七头底。这种压力去哦，唔是普通人家会记的啊。哎，这我知啦，这我知啦，我有把伤，我袂领伊啦，嘿。老婆，应该是你在振作啊！你看，敢那就紧张哦。啊，我头一摆甲别人签约啊！啊，而且哦，对方阁是乌白两道，发誓跟人大头家呢，我爱较谨慎啊，谨慎。不是紧张就好。啊，我袂记，我洗好被单哦，袂记批啊！哎呦，我来批一下。你哪过来啊？我来过来。那遐晚来啊？阮大等你真久啊呢。你哪有可能啊？我真准时到好。有一种迟到叫龙哥觉得你迟到。哎，啊，今日甲人家带一摆哦。嘿，来过电车。老子，老子，对呀。哎，我不，无啦，哎，阿彩阿来，去拍背单啊啦，对哇？你咪上爱干爱拍过日头背单，这几天啊，天气变化较大，我见较暗的哦，无日头啊。阿用煮奶茶，阿唔知两位贵宾有要啉无？哦，奶茶好啊，我真爱啉嘛。好，小等下水来。船长，你派人送过来合约，我有看过啊。啊，不过我有一挂疑问。是免讲合约啦。哪？奖金一张。好，啊，这是要创啥？欠就对我啦。我
瓜乐啊，啊，当时是想看卖阮手气好无是嘛？无卖啊。医生。您干嘛要搞错？当然啊，你不是我大总管，这种开销当然也是你来负责。这是要刮刮乐呢，不是刚要开始买物件呢。提来。那。几百块，我嘛有呢。哎呦，小姐拢无要紧啦，重点是运气啦。我彩虹一路买，甲用亏歹人合作啊，迄叫太晒。既然恁俩拢有中哦，那代表咱今仔合约会当签啊。无啦，蔡董诶，搁等一下啦。其实阮啊，有啥问题啊？是安尼啊，阮感觉这合约有一寡部分哦，阮。有淡薄问题啊，应该阁修改。这合约哦，是阮公司的自治合约啦，啊，其实拢过嘴尔啦。若真正有啥问题哦，以后随时当撬啦。白做乌去，明仔签落去，都法律效力啊。时间内做袂到，都违约的问题啊。这我唔敢冒险。伫个社会走做较久啊，第一下看到有人敢伫我面头前跟我讨论合约的，要修改。恁即摆是哪？我蔡亮讲话无够分量的啊！啊！啊，无啦，出当的。阿仔不是这個意思啊，伊只是较谨慎啦。小姐，你真有叫嚣啦，敢甲查甫人来拼酒拼输赢，甲恁这个少年总管的哦，行业无简单的啊。进前安尼说服你甲我合作。即马听伊讲话嘛条理分明，看起来对公司的管理嘛真有研究啦吼。哎呦，无啦，阿仔应该是咧电视连续剧看伤济啦，凊彩讲讲尔，变哪有可能有啥物研究啦？啥物凊彩讲讲的，这是我的第六感。你渐渐好了啦。初当的，其实我妈有讲过哦，伊讲哦，阿仔这个人有可能是带天命啦。啊，有时阵哦，听来这个神明甲伊指示，就是伊拄则讲的迄第六感啊。有带天命，无带天命哦。以后我甲试啦。好啦，合约照你意思签啦。我万不相信你敢接我的便宜。来，传去公司哦，找律师甲伊合约改改，再来签啦。去。多谢你，初档。啊对了对了，初档，林刚哦，你想要林烧皮，随时给我 Q 哦，我会当陪你。嗯。你就免了啦，哦。等，啊这我就两天走。Thank you。拜拜。小公主，啊，你奈今仔穿甲比昨个漂亮啊！啊，迄是当然啦，啊，咱今仔日是要去约会呢。啊，宝贝，啊，爸爸甲你做伙来好无？我看的随时来给你保护啊吼。那有人约会带家己的爹地去啦？无无啊，你若去遐对无？咱拄着咧配角啦，要来欺负对无？哎呦，爹地，卖闹啊啦！啊，无你甲我讲。那你到底是要跟谁约会？啊，有相片无？我叫啥名？
啊，食啥物头路的？家庭背景是安怎？哦，伊若甲对着无礼貌，恁爸就甲喊，要甲。你嘛是希望我会使找到家己的爱情吧？爸爸都嘛希望找到你的爱情啊！OK， Daddy， 我都知影你上疼惜我，啊，我先来去啊。拜拜。嘿，宝贝，哎，小公主，出门。嗯，哎，出门，小公主，哎。袂当，查某囝即摆变长大人啊。袂当安尼，让伊放遐自由，安尼日日飞呢。喂，嘿，妈，嘿啦，我啦，啊，你当时会回来哈？无啦，啊，就咱做囝啦。伊讲哦，哦，伊要走约会，我听我足艰苦的。哦，你紧回来嘿。哎呦，要是我，发现龙毛头家又唔生查某囝，连佮家己的太太讲话拢遮尼。我真正听袂落去，我也是紧来变数较好。去回收都爱去共收，啊，无人把一大堆回收放在门口是咩过路啊？那你家己身体，啊，万一真正破病要安怎？是啊，你怎愈说愈厉害呢？你怎想检查？病好家己身体，我家己知影，都干过敏尔，无代志啦。奶奶哦，你阿妈滚家一定要用好烧烧啊！啊，我唔是有买湿巾给你，湿巾的啦。老盖啊，搁好我看着你只哦，空空叫生气气哦，我跟你说。所以恁去签约签了安怎？妈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还是够巧的呢，巧这阿仔哦，真正混了不起来。自己找得好累累，看迄个蔡东啊头晕吧，今朝阮过去签约呢。真是嘞哦！什么叫好累累啊？你是感觉讲我上道理，伊才会签的？什么讲到伊啊头晕吧？你真正学袂乱讲话哩啊！袂歹哦，阿仔，哪弄无啊？哦，你啊，人阿仔讲了无唔对啊！我真正感觉我足敖的，我足敖捡的，先捡到一个查某囝，这尼啊敖吃苦，做代志搁这尼骨力，即马搁捡到一个读到这尼好的阿仔。妈，你坦白讲，你是不是变心吗？你即马爱人不是我阿仔。小草啊，我阿仔，你这么阿巧，我想哦，迄较早你不一定是一个人才哦，啊嘛可能是一个大商场的大人物，只是我唔知影尔。好，我是根本相信哦，伊所讲的，讲我带天命，一生来这边做生意。
就亲像啊，发公司小伙啊，我一看就感应着。这几年哦，这安稳土啊，铁金的价值，所以看汇款的时候就知影，这金额合理无？啊，搁想想有家己加算钱无？我知啊啦，其实哦，你是伊个诶废弃的电脑零件组装起来，伊家。家应该有记忆卡，啊家应该有硬碟，啊家啦，会当家己连 WiFi。妈，其实哦，你可是一个超级机器人呐、啊！我知 ，AI 机器人 ，AI 啊，唔什么 AI。好，我感觉恁讲拢对，啊不过吼，我这机器人即卖无电啦，所以来困者，叫我倒充电，拜三个来。哦，奶奶哦，你早早充电，我先来讲电。啊，你看时间安怎接过来？暗时想要吃点物件无？我来买。你阿雄雄做阿真好啊，你是卡到伊了？嗯，好辛苦的新人呢。小蛋一只半，搞来讲电。哎呦！哎、欸，啊，小姨嘛，哦，水管破掉，我要来讲，讲阿妹。哎呦，妈，唔该，我今今要来讲的。哎呦，刚才刚等暗时回来，才来当修理啊呢。妹，这水吼，就敢在同款啊，水管破去都要紧修理，啊那无吼，这坐到餐厅水同款，很老了了。不过大哥，我是总管哦，下步步那个工地啊，我留落来修理这水管。嗯，耶。迄水管哦，一定爱修理啦，因为迄水安尼曲曲流曲流，做得无好个，而且哦，迄水钱足贵。好啊，好啊，送你乐高文啊，我妈替你求情，我哥安尼我直接扣你工资。只要你爱计较，伊都要找我斗三工啊。先去上班啦。嗯，阿母叫你随你，你随讲。我拄则咪讲过，我即摆无电啦，我先充电困者，困起后我才收你讲。哎，上。阿仔，你水安尼流。不知我的相亲对象是生到有烟头无？阿姨的体格，到底是八块腹肌？陈雪英叫我摕物件给一个叫蔡英的小姐，先怎无看着人？看伊的相片，生得袂歹，但毋过即摆人到底伫倒位？毋知人走去倒位呢？过去我伫遐靠伊好啊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敢是蔡英英小姐？嘿，我就是。哈、啊，我听董事长讲，你伫咖啡厅等我。你伫倒位啊？哦，我早就已经到啊。你到啊？嗯。听唔过我无看到你啊。我就坐伫咧上内底遮呢。上内底。嗯。歹势，请问你伫倒位啊？应该不是这个胖妹妹吧？你跟她挥挥手。哪会跟相片差这么多？根本就是诈骗集团。这应该就是我的相亲对象吧？
看到我，整个人都给我杀掉啊！目睭搁瞪到这大蕊，害我足歹势。啊，不过伊嘛生到普普啊嘛，害我静静遐尔期待。蔡小姐你好。你好。啊，这是当署长要给你的物件，我放你吃。等你。卡叔，我不插你。万一你去把陈雪英打，我可要哄妈。请问有啥物代志？啊，请问这是啥？啊，我无啥清楚呢。你哪有可能无清楚？这唔就是你要送给我的礼物？啊，真正唔是啦，这是当署长准备给你的啦。好啊，莫阁骗啊啦。查甫人假装假担当，是予人看袂起的哦。明明就喜欢我，你阁唔敢承认，哪会这古锥？蔡小姐，你千万唔通误会，这真正是当署长准备给你的，不是。Yes, I do。虽然讲你无参详我心目中的欧巴，啊，不过看到帅英阿姨的面子上，我还是勉勉强强陪你约会一届好。勉强。我唔知影你讲迄欧巴吼生个啥物款啊，也毋过我张元勇绝对是比较缘投，而且想要跟我约会查某囡仔，即摆已经排到美国去啊。进前我救小朋友影片，铺伫网络顶悬，全世界的网友拢讲我是上缘投的总经理，好无？是倒一位网友啊，无挂目镜。你才无挂目镜啦，说出去啦，本来甲你讲。你这个人哪样啊？幼稚、冲动，还佫脾气歹。你是讲啥？我就是讲你啊！袂输敢一个袂大汉的囡仔，我猜帅英阿姨一直甲你娱乐呢。你这根本就是诈骗集团！你才是诈骗集团！查甫人，还这样无素质，我这样优秀的查囡仔，你都袂晓欣赏。跟雪英阿姨，敢袂真正有啥物袂记情的秘密吧？你敢有去过季晴的病房？我已经去过啊啦，我嘛有问伊几个问题，我即摆会当确定，伊应该是恢复意识啊。那呢，你敢处理好势啊？季晴伊袂阁清醒啊吼？是的。我本来是打算替伊煮一个食，互伊继续昏迷，想袂到原则出去了后，佫随翻头转来。所以我交代你做的代志，你还袂办好势？你敢袂当卖骗我？医生是要救人，你叫我做违背医德的代志，我心内卖袂得过，我卖痛苦啊！真正痛苦的人是我，明明是我心爱的人，我无法度看伊恢复健康，亲像以前同款陪伴在我身躯边，我都爱阁想办法，让伊永远倒伫眠床顶。唉，权力你都揽在你手头啊，就算志成伊清醒过来，也是需要时间恢复啊。其实，你根本就无必要遐尼紧张嘛。
近期看伊愈来愈好，安尼我就要逐天提心吊胆咧过日子。明德啊，咱毋是已经讲好啊？你到底是要处理无？这总是爱拄到适合的时机嘛。袂用再拖落去啊啦！你看志成的眼神，你就知影，伊还佫会记我甲讲的话呢。伊的头壳还佫足精光的。那是佮要等落去吼，等佮伊开嘴讲话，无大家拢卖话啦。恁即摆到底是安怎？一日一日甲我安尼画来画去，恁青玉伊嘛无互我面子，大主大义安排我的工课，到底是甲我当作啥？我至少阁是一个院长呢，恁真正无必要用这种威胁的口气跟我讲话。明德的反应这么大，都是因为青玉伤过强势。我若是阁一直甲逼，一定会真反感的。明德啊，是的啦。我哦，伤过着急，所以口气才会较歹啦。你别生气啦，好不好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林刚哦，我请你饮两杯啊啦。你一定哦，大量有大量，这杯原谅我，别跟我生气啦，好不好？哎，你放心啦，我知应该安怎做。姓洪秘伫遐偷听我讲话。阿姐，阿玲在伫遮。阿平伊清醒啊，我是专人来看伊。哇，啊，真正有奇迹出现安尼哦。啊无，咱来比看下哦，先大声甲白拍好无？好，行。小，伊对啊，先拄好啊，阿玲在伫遮，我拄好要赶去白拍啦。我有事情找你，想来我的办公室一坐。哦。唐书记。啊，你物件有摕去莹莹无？请问你是叫我去送物件，还是叫我去相亲啊？应该是迄个胖妹妹母唔对，伊搁伫现场遮讲迄个话无诶。啊，无你头拄仔是啥物情形？我物件摕过以后，伊就坚持要我拍开，迄个内底是一个心形巧克力，伊牙尊讲是我送诶，伫误会，我介意，我哪有可能陪伊遐笑啊？所以你就安尼转来啊？当然啊，伊搁想要我介意约会，我张元勇啥物身份啊？是一世人不可能选到伊啊！你即摆随去甲回信嘞？无啊，我无做唔着代志啊！你敢知影伊是谁啊？我唔知伊是谁，我嘛无想要知影伊是谁。哼！我叫你去调查蔡良的背景，结果你啥物拢无做，你当然嘛唔知影。我甲你讲啦，莹莹吼是蔡良的查某囝。又阁安怎？是你甲你讲的。不管有任何手段，你去甲蔡良、甲介绍讲好势。我叫你去送物件，敢不是用手段？陈雪英，你这摆是动歪脑筋伫我身躯顶，啊！我去巴结你胖妹妹啊？不是巴结，我是爱你吼，让伊爱着你。这种暴手只有你想会出来，我无法度啦。无你想讲你这摆搞什么资格头选择啊？咱公司的资金都卡掉的啦，啊，百货嘛去抵制啊。蔡良，伊是唯一有法度救咱世界集团的人。假使你若有法度，让莹莹爱着你，安尼蔡良啊，佫有甚物袂应该答应啊？无可能啦！你安尼做，根本是我推入火坑，而且是做大一款的。袁勇，一定甚物时阵啊？你佫这尼啊无听话啊？好啊，我大家拢卖管嘛，世界集团放好倒啦。我等你完了，我再看恁两个兄弟要安怎处理。你即摆是威胁我？你上好是较真讲的啦，
你若是无较好的方法哦，就照我的意思去做。袁勇啊，你不是一直想要表现给恁爸爸看？啊，即马就是上好的机会啊！只要你对公司有贡献，等你爸爸醒起来时阵，伊就会感觉你这个后生足有才情诶。所以为着要救公司，我牺牲我家己，甚至是我的幸福。你应该要了解，参像你这种富二代，婚姻就是商业联盟，干哪有利益，哪有什么幸福头讲？我当然知啊，所以迄当阵我才会叫丽文做我地下情人。要不，季羡的颜值还有基本的标准吧？啊，我知影你看莹莹袂顺眼啊，无你归去，该当作金山啊，无你哦，该当作是灾星甲风台嘛。我刚一定要来做，我是绝对无可能介意的。我已经跟你讲过啊，这是咧做生意，唔是咧谈恋爱。就算唔是为着公司。你嘛得为着你家己啊！话讲到这啦，你家己好好想看卖。唔知为虾米。伊只有入来病房了后，阮爸爸的情绪就变到足激动的。啊，院长是讲啥？若无啥物阿爸情绪变到遮尼激动？我唔知呢，伊当初我无伫咧，无啥清楚。除了院长以外，阿爸看到其他人，敢有这款的反应？有，爸爸若看到雪英阿姨哦，伊的眼神就变到足无同的，袂输敢若看到阮秀兰同款。你若是有话想要跟我讲，你就捏目睭。阿姐，我叫我注音的字卡，来，来当提这個，跟我爸爸讲话。阿伯，用字卡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，你先把你想要讲的话，用上简单的讲法讲出来，安尼敢会用的？若是用，你就捏目睭。那呢，准备好了就开始哦。咱是不是要为宝开始？奶奶，奇怪。阮爸爸哪拢无反应？用纸卡本来就需要一款耐心嘛，咱继续啦。好。有。
有。我有。可是有啊，喂，我有喂。我有为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你听起来怪怪。自从你妈妈亲身带你了解经营管理病院的事务，应该都有进步啊！哈。原来你是要问这个哦，哎呦，紧张一下。当然了，最近哦，我对病院的行政事务是愈来愈了解啊。哦，安尼真好。一定啊，所来哦，都希望你多多看家。哎，那是当然一定来啦。是讲你拄只讲害你紧张一下，是为什么啊？应该不是拄只伫咧外面的时阵，你咪咧偷听我外问你话吼。我也无看到你啊啦，我拄只吼是咧回简讯啊，你甲我叫吼，我才知影你伫我头前咧。啊，你讲的是真的，是咧骗我呀？你是院长咧，而且佫是阮妈的红婿，我尊重你都拢袂负啊。我讲的拢是实话啦。幸福啊，嗯，你敢知呀？这亲生的甲唔是亲生，差别伫倒位啊？我都有血缘甲无血缘。嗯，确实是安尼。虽然你本身的条件唔是真好，也毋过你妈妈无气嫌你，同款甲你当作媳妇，规工想要安怎保障你，甲你惜命命。是啦。这确实是为天顶落落的幸福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是讲你敢唔想过我的感受？咱两个一点仔关系都无，你对我来讲，你就只是一个外人，我哪有法度给你听入心？甚至是以后愿意甲病医交互你，唔是捐出去。我了解，一个爸爸当然嘛希望家己的后生能力会当搁较好个，所以我一定好好学习，向你证明我的能力。安尼是上好个啦。不管咱怎讲啊，恁妈妈对你的爱是完全无条件个，因个我无共，所以若是我甲恁妈妈有无共意见的时阵。你就应该知影徛伫啥一边。我是一个查甫人，比起妈来讲，我搁较需要的是，参像院长这尔好的模样来带我。假使讲，我若是当对人参像院长这尔稳定的时代身躯边学习，我相信，这对我来讲一定是一个足大的福气。我哋对萱萱那一点我都放袂记，我就感觉你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。希望你会记得今仔日咱讲的话。我的巴肠若是无够宽，你嘛不可能等来你妈妈身躯边，嘛不可能过这款食酱都没烦恼的日子，你讲对吧？是，我一定会从一条到底。
阿姐，咱今晚要安怎？阿伯，你讲你有危险，是不是有人想要害你？爸，到底是啥物害你啦？元志，咱全拄只呢，一个名一个名来问，我身躯边的人开始。哦，好。爸，我今晚要开始点名了哦。要不过我跟阿姐无可能想要害你啊，咱先问。袁勇啊，甘是袁勇，不欢迎。雪英，陈雪英，甘是陈雪英。阿伯，你莫惊，你莫这么激动，我一定想办法保护你。阿姐。阿姐，那你怕什么样子？既然陈雪英想要害阿伯，那你别当阿伯留在家，一定要想办法回转你啦。好，那呢，咱先把我们爸爸藏起来，别当让雪英阿姨出掉。我先去拜托一定有人请伊到三工。元志，你还记得，从今仔开始，你一步拢别当离开恁爸爸的身躯边，知影无？好。夫人，歹势啦，因为我要甲你讲的代志，无方便伫个病院讲，才约你来遮。你是惊去让听到？那呢应该是真重要的代志，所以你才这样细意。我看遮应该是真安全，你要讲啥，你做你讲。这是谁的？这是我跟元志用注音符号字卡给阿伯看，一字一字倒出来。在那边有危险，那呢表示有人要害伊哦。我唔对，我跟元志为熟悉的人一个一个问，结果想要害阿伯的人是陈雪英。陈雪英想要害刘志祥。在阿伯倒落去进前，陈雪英为着利益，就偷偷做出真侪伤害公司的代志。后来阿伯中风昏迷以后，伊就顺势变做代理董事长。伊即卖权力足大，根本无人当甲顶当。陈雪英这个查某，真贪心，叫张志成阁还无够，不伫私底下搞武器有诶无诶。我看伊过去一片痴情，拢是搬出来。伊真正想要的是权力甲金钱。我甚至怀疑瑞德失踪，还佮阿伯中风昏迷，拢甲伊有关系。所以你是希望我甲你斗相共？